尼天南达，大家好，我是马尼天开拉萨南达，我的师父尼夏南达大师呢是印度教神湿婆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今天大师在开示中非常的兴奋，跟我们讲了这个好消息，就是开拉萨终于有地址了啊！但是它具体在哪儿呢？大师欲言又止，因为有很多要做的后续的工作，所以呢，目前还不能跟大家揭示。但是这个对于全世界来说，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呢，等待大师揭示这个，伟大的这个对于人类的历史呢，也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好消息。当然，在这个同时呢 ，Parama Shiva 在强烈的显化。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 Panchapatini Vratam 的这个练习呢，不仅仅是可以让我们击败coronavirus 我们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袭击，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准备好，让自己的身体呢成为 Parama Shiva 和 Parashakti 显化的渠道。所以呢，我不知道最近大家在做这个练习呢，这几天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我的感受是，它当然比这个一般的尼拉哈萨米亚玛要强大的很多，比一般的流食要强大。因为我们能喝的固体，能喝的液体呢是非常的有局限的，只有这几样可以选，而且呢都是非常的清淡的。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跟大师一起呢坚持下来这28天。如果你呢觉得，因为做流食一定会有热量出现的，就是你的身体会很热，这样。这个是正常的，给大家建议呢，就是你要喝足够的让你能够凉下来的液体，包括这个 buttermilk 就是酸奶加水和椰汁啊，这些都是凉性的。所以呢，你们大家在做的时候，包括这个绿豆的汁呢，它也是凉性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你的身体的感受，然后让自己呢能够跟着这个感受呢调整一下你的这个液体的这个使用的亮度，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在地板上睡觉的这个能量的强大，也希望大家能够因此呢发掘自己更好的一个生活方式，更加让自己身体充电的这个方法。最后呢就是给所有的朋友打气，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去丰富他人，让更多人加入到这个活动中。因为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身体的健康，为了地球的健康，它也更呢是让自己成为 Parama Shiva 和 Parashakti 显化的渠道。这个对于不仅仅是这个个人，对于他的家人，对于这个社会，对于整个地球呢，都是有最好的意义的。因为大师也讲过呢，如果你是一个 Tyagi， 如果你呢能让 Parama Shiva 和 Parashakti 选到你呢，你做 Tyaga 有这个决心呢，选到你显化呢，不仅仅是灵性，当然现实当中你的所有的财富，你的关系，你的事业，所有的这些都是直接的可以得到好转，得到祝福，并且呢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讲呢，我们的不管是科学社会经济所有的发展呢，都是需要有这样的 Tyagi存在的。所以呢不管是从这个从灵性角度，或者是从现实生活角度呢，从个人角度，从社会角度呢，都是一个最大的提升。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 Panchapatini Vratam 的练习，能够呢给在全方位给自己和这个社会这个地球一个巨大的提升。感谢大家，Nityananda。